怎么说怎么说，直接点球，因为在世界杯预选赛是没有 VAR 的。怎么会发生的这个情况？抱歉，正好球去动一下。小伙子，这就是啊，这年轻人干嘛呀？被扑掉啊！那我们得说，小奥谢这下变成了一个很机智的举动，多多少少是对 C 罗造成了影响。热格拉斯头球，这一下有了！帕特里西奥啊，是真没想到，上半场行将结束的时候，自己家的城门反而被洞穿了。顶的是真好，直接一个甩头甩到了后点，球门将确实挺难的。若塔远，门将脱手差一点，这回交过来了，到三角，韦德斯，马里奥再调整，停一下就没空间了。穆蒂尼奥外围远射有折射，哎 ，C 罗有没有越位？应该是越位了，马里奥太犹豫了，直接打门又扑出 ，C 罗的电梯球其实已经打出来了，范德斯现在已经没招能用了。倒三角，漂亮 ！C 罗，还是 C 罗，扳平了。拯救葡萄牙的还是 C 罗，这下传进来的是格罗斯吧？有边锋，边裁的锋，而这下排山倒海一样的传中，终于在89分钟。沧海一声笑 ，C 罗拍马赶到，但是此时此刻也只是扳平了比分。马里奥在扫门前还没完，平扫头球 ，C 罗又是 C 罗，2-1，火神最后的夺秒阶段 ，C 罗再次头球梅开二度，从零。是了比赛，当塞托斯无牌可打的时候，他手中还有一张王牌早已扔到了场上，每一寸肌肉都不是白长的，每一次健身房的苦练都不是白练的，也是个他在空中可以停留的原因。对，当他卸掉了他的球衣，